依兰精油是一种常见的精油。依兰是一种热带植物，主要生长在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和新几内亚等地区。这种花朵有浓郁的花香，其精油被广泛应用于芳香疗法和身体保健。依兰精油的主要成分包括芳樟醇、类酯、酚类和芳香烃等化合物，这些成分赋予了依兰精油多种疗效，包括舒缓压力和焦虑，促进情绪平衡并提高心情，改善睡眠品质，减轻失眠和促进深度睡眠，舒缓皮肤问题，具有舒缓和抗发炎的特性，可应用于皮肤刺激、红肿和发炎的情况。适度使用依兰精油可以帮助平衡皮肤的油脂分泌，对于油性皮肤或痘痘皮肤可能有帮助。依兰手工皂是一种以依兰精油为主要成分，由天然的植物油如橄榄油、椰子油、棕榈油、水、碱液以及其他天然成分混合制作而成，并添加了依兰精油和其他天然香料或植物提取物，以赋予其独特的香气和效果，能散发出淡雅的花香，带来放松和愉悦的感受。依兰精油本身也有舒缓和放松的效果，使这种手工皂成为一个理想的沐浴用品，尤其适合用于洗澡或沐浴后的身心放松。